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放开我！你这个畜生！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我呸！你们这些许家人的走狗，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，我柳如烟不怕他，他这辈子就是死都不会让他看到我的账本的。账本？什么账本？许家人通敌卖国，偷卖国需，杀害祁宏，十恶不赦。 这些助纣为虐的人，以后照样保护。这样吧，你现在求我，还能给你一条清路。你和祁宏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愿意给他卖命？我和祁宏一见如故，要不是征家人那个贱人，如今我便是祁夫人，祁也不会落得如此悲痛的下场。你要杀便杀吧，问那么多干嘛？动手吧。 安田普洱，果然是他最喜欢你的。你是何人？你怎么识得这安田普洱？你是祁宏的弟弟，祁昆仑？不对，许家人现在位高权重，他捏死你，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 许家人害死我大哥祁宏，此仇犹如杀父之仇。若此仇不报，天理难容。可是，柳姑娘，你刚说的账本是什么？这是你大哥生前留给我的半部账本，里面留着的全是许家人偷卖国需的证据。如今我已经向官府进行举报了，可是顺天府的赵府尹。 竟然早已被许家人收买，我又到皇城告御状，没想到那皇宫里的太监，竟然也与许家人勾结了。三王爷，我可以去找三王爷。三王爷，我不是记得他不理朝政吗？但他掌管国库，许家人偷卖国需，他一定不会放纵不管的。三王爷，我正好要去找他。 将军，许世人带着顺天府的人冲进了齐宅，夫人受到惊吓，临产在即，属下寻遍了皇城，可产婆全都不见了。站住！祁府涉嫌偷窃许家地契，已被查封，任何人不准接近。偷窃、查封是谁下的令？当然是府尹赵大人。识相的话就走远点，小心抄家，溅一身血。 齐昆仑，你现在才来，会不会太晚了些啊？若是今天运之有半点善事，我让你许家上下鸡犬不留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此人当街下官，势同谋逆，还不速速拿下！谁敢？如此来迟，还请恕罪。这已经是你第二次来迟，曾经息怒。 不会再有第三次了，这些人全杀了。要给他磕，你个人渣！倒是刚烈，你倒是挺刚烈呀！齐昆仑，不可能，外面那么多人，你怎么进来的？ 昆仑，你终于来了！运之，你怎么样？太医马上来了。太医，快救人！将军，何太医，赶快救人！情况怎么样？我要施针，除了祁祖母，其他人全出去。这么大的事，事先怎么没有半点奉承？属下知罪。说，你是怎么做的？ 将军进了花魁房间后，属下以为没什么事情，就也去休息了。将军，破军现在就去屠了赵氏满门。不急，听说明天是赵府尹的60大寿，以我的名义送上拜帖。是。如何了？恭喜将军，母子平安，母子平安呐！运之，你辛苦了。
所有欺辱过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将军，拜帖已经送出去了。教场人明天去赵家收点利息。是。父亲，镇国大将军真要来给您拜寿？当然，不仅今日镇国将军要来，而且陛下也会派人来。咱们家是要飞黄腾达了。小文，最近。 是不是结识了什么大人物？倒是没结识什么大人物，还得罪了雷虎。雷老虎，哼！不用管他。如今我们赵家是得镇国将军和陛下赏识的存在，区区一个雷老虎，到时我让他跪下来给你赔礼道歉。爹，到时候我好好调理调理他。雷虎将军到，雷虎他还敢来？他应该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来向你提前求饶的。 那我得好好刁难刁难他。死到临头，你们真沉得住气呀！哼，放肆！雷虎，你今天来就是来大放厥词的。雷虎，你知不知道，待会儿谁会来我们赵府，敢在今天来闹事儿？我看你啊，是活的不耐烦了。哦，你不知道？知道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雷虎，你要知道什么就说清楚了，不要在这里卖关子。 没什么，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贵公公到，贵公公来了，这可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呐！走，快去有请。走，贵公公。嗯，哟，虎子也来了呀！镇国将军相州，不敢不见。你也是镇国将军请来的？银牙铁骑到，银牙铁骑，镇国将军的亲卫。快快快，有请。 银牙铁骑，哎呀，这就是随镇国将军威震天下的银牙铁骑，果然是精锐之师啊！诸位将士，还请入厅暂歇片刻。入厅就不必了，今日赵府就要血流成河，不吉利。大胆！齐克伦，怎么他娘的哪儿都有你？大胆！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雷虎。 你怕是脑子不好使了吧？今天是镇国将军亲临我们赵府，就连陛下都请了贵公公一起前来。赵伦，你难道就不奇怪为什么没有其他人来给你父亲祝寿吗？嗯，这是为何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热。你，齐昆仑，你怕是疯了吧？这也是你那撒野的地方。滚滚滚！我今天不想搭理你。 让他死，敢对镇国将军不敬！镇国将军，就他还镇国将军，那我还柳丞相呢？真是怎么可能？昆仑此来给赵大人备了一份重礼。你，齐昆仑，老夫究竟与你什么怨什么仇？你竟然如此的羞辱老夫啊！ 诸位将军，老夫乃顺天府府尹，曾与你们镇国将军为至交，此料当众辱我，请诸位将军出手，杀了此料。你让我的兵杀我？什么你的兵？还不明白吗，我的赵大人，齐将军就是我北唐的镇国大将军。齐昆仑，不可能！你别开玩笑了，一个蔡家的废物赘婿，怎么可能？ 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！我不信！侮辱镇国将军，找死！将军，请下令，踏平赵府，鸡犬不留。是真的！别！镇国将军，求求您了！郭将军，当初你们逼死我大哥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得饶人处且饶人？当初你们助纣为虐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放过我们齐家？ 哎呦，我们错了，饶了我们吧！哎呦，都得死，饶了我们吧！我们知道错了。哎呦，云芝，你怎么样了？昆仑，我好多了。那你这几天就好好休息。3天后就是萧郡主的寿宴，皇城所有的权贵都会参加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。好。
齐昆仑，你还有脸来呢？你大哥攻击叛国，犯下滔天罪行，我要是你，我就挖个坑跳下去，一辈子不见人的才好。姐，这个呀，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嘿，他齐老狗什么品性啊？他弟婿又能好得到哪去啊？蔡侍郎，有这样的女婿，真是有辱家门，我都替您感到羞愧呢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。你这在我大哥身边日日夜夜照顾的女眷，为何不跳井自杀以表真力？你若不敢，我来帮你。你王爷府邸你都敢杀人，我看你大哥也是死有余辜。若不是王爷府邸，你刚才侮辱我大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够了，齐昆仑，你和许家的恩怨我不管，但你要再得罪王爷，引火我蔡家，我便让运之休了你这个赘婿。君主，小婿之前多有得罪，特地前来道歉。啊，君主，小婿之前胡言乱语，恳请恕罪呀。这天下还真是无奇不有，自己犯了错还要别人代为道歉，可笑。昆仑，你就给郡主道个歉吧。惺惺作态，为了一条狗竟召集全皇城的郎中，不顾他人死活，还有下次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齐昆仑，你什么意思呀？闭嘴，是不是脸上的巴掌又不疼了？来人，把我的尚方宝剑拿过来。尚方宝剑，上斩昏臣，下斩逆民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拿剑直指陛下。陛下，这是陛下亲赐的软肋甲，见到他就如见到陛下亲临。竟然是真的？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软肋甲？像你这样草菅人命的东西不配知道。蔡侍郎，这就是你们蔡家的女婿。郡主，这事儿与我们蔡家没有丝毫关系啊。别解释了，我虽然动不了他，但是我动得了你们。